那就在爆炸事故发生了18个小时之后呢，著名制片人袁东召开了发布会。因爆炸产生的应急性脑震荡，男演员韩子真诚于婚礼做出婚礼当中。做啥了？必须得烧得干干净净的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只要我能拿到独家头条，就可以上直播的。主持人准备。现在这些人都急着上位啊。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这个圈里，别关了。最大的真相。站住！就是钱。这些你得跟我一起演下去，不然我们得一起死了。